哇哦，明天就要跨年嘞！各位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日子一天天过，事情一件一件做，每一天的种种都是生命中真实的点点滴滴。感谢能呼吸，感谢有生命。我是最爱为你说故事的胖叔叔布祖祖，距离跨年倒数还有2天。